中国男星吴楚一近日在直播中自曝被男演员陈牧驰掰弯，还透露自己有个私生子，并晒出转账记录，表示自己为了赚钱养孩子，以及曾一起同居陈牧驰，出演多部小成本网剧，以及跳钢管舞。陈牧驰至今仍未回应此事，但吴楚一却疑似因此爆红，还接到知名精品的宣传工作。日前，吴楚一更新社群晒出了一段影片，他身穿品牌的服装，影片和 po 文也打上了品牌名称，让网友们惊呼吴楚一接到精品广告了，纷纷留言叮嘱他拍广告赚到的钱别再转给陈牧驰。不过也有网友认为他可能只是晒出自己的穿搭，并非接到品牌广告。然而陈牧驰的粉丝对此感到很愤怒，批评品牌方找推广之前似乎没有做过背景调查，因此纷纷涌入品牌的官方账号留言洗版。